现在是什么情形？我们好，借我们一下，借我们一下。我跟你讲，我是今天在 FB 卖东西，结果后来 FB 就传这个给我，说叫我。没有 FB 不会有这种客服。你可能这个 FB 不会有这个客服。他叫我。你有汇钱了吗？你有吗？汇多少？不是。你会哪个？你会几个户头？你看他叫我跟他配合，然后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知道那个 FB 不会有这种。他这边交易需要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几个？这里都是吗？可以赶快帮我结吗？江经理，对，不是，他这个是序号在这边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啊，你不要紧张，让我们同事呢，也帮我帮你解决哈。本所于112年7月6号18时许接获超商报案，称一名女子边讲电话边操作 ATM， 疑似招诈。本所员警立即前往了解。经查，李女因欲在脸书贩卖餐车，买家称其账户有问题，需汇款至指定账户。警方听闻，随即识破为诈骗，告知李女切勿配合，成功主诈。